哦，他现在才放这个黑暗之心的你呢？其实两个震荡也够，第三个不用打行，了。回来，往回拉吧，往回拉吧，往回拉吧，往回拉，往回拉。他有吃到吗？是不是吃到了？再拉回去。好像有吃到，小心一点，知道了，知那道了。个。哦，我刚错了，刚刚应该一直维持减速。这样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打包啊，这个节死奏，了！对吧？我说就是这个节奏可以打，没问题的，可以打掉的。哎，这个塔不会消失哦。对，不塔是不会会消啊，失的，所以不我会考虑啊，要不要所有所以人后面在一越来越起，难走啊。所有人在一起要不要？放在这儿了。你去那个打那个前面那个，后退后退，不然我没办法打。那个我会破空的。这神之星又跟着我绕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看我后面那个星星是不是在跟着我走啊？是啊，哎，这是不是有 bug？有 bug！这个东西主要我弟我弟，一直动的话，它一直有质量。你果然是 bug 代言人啊！你看看走过去会不会有质量？有啊，怎么会有啊？走我过的去妈，有质量了，卡在那了是不是？对，它卡墙上了。这地方好玩的一面。哇，他终于放出来了，这个神圣之心太棒了！替猎人那个天赋还是有 bug，草都无奈。这神圣之心太棒了！哦，你这神圣之心太作弊了吧！我没弄，你妹啊！我操！你这个，哎呀，我操！猎人这个弹药好屌！他下来 我也知道神圣之心的东西会出 bug，果真出 bug 了。小毛毛，你这样做不对的，别把暴雪玩坏。我靠，这和那个当时的 bug 有一拼啊！那不清了吧？我靠，他跟着绕。这个 boss 怎么打？需要带宠物吗？然后不带的话，把天赋点就输。
哎，那我跟你说一下，首先那个 boss 有会在你头上放个剑，那地上有个圈，你要躲那个，我才不用讲。还有，注意就是他有段时间会到中间去，到中间去放一个东西，然后你自己看这边，看到没？这一圈看到没？这一圈的这个东西你要站上去，等他到中间的时候要站到这个圈上，然后他会获得90%免伤，不然你就死了。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符文是不能碰的，你可以从这边过去。懂了吗？你对他都还好，你要说 AD 你去踩一下那个符文，用伤害加成。哇操！都是对的。那个小怪怎么说？小怪是杀掉还是让他刚刚那样打？刚刚不杀掉啊？一百几。那刚刚让他打吧，杀不掉就算，让他。那要让他去控。那个 AD 等会儿你就是到那个。最头上的地方看到红色呢，他会引导一个技能，就是每一次他有个 AOE 完之后，你可以稍微跑远一点，然后他会有个小怪从天上掉下来，看到天上那么多小怪没，会掉在红色那儿，然后往这边走，你直接只要正当射击就行了，知道吗？正当射击。行，先打一次吧，熟悉一下。那么屌，我听不太懂，感觉。我跟你讲，然后我打一次就会了。走这个圈，躲这个圈。哎，哦，没事。然后去吧，他会招小怪。正当射击后面有个小怪，后面有小怪，看到没？正当射击了，然后正当射击他，正了，保持正当就行了。我倒还会过来啊！我操，不正当没事，就这样 ，OK。行，然后所有人跑到中间去，往中间跑，不要碰到符文，往中间去，不要碰到符文啊！我感觉不好。站到圈里，站到绿色圈里。哎妈 ，BOSS 高死。我这个这么难。站圈里。你们是怎么发现 ？OK， 然后出去，啊，打掉他吧。我觉得我又碰到了一个。能震荡一下。准备来缓那个。啊，没事，很远，这震荡一下，来得及。这还有陷阱呢，你不着急啊，这个。这太容易了，我操！直接打死就好。OK。哦，往中间去，这都节奏。OK， 结束。好，这太简单了，90级和100级不是个概念啊。完全没有什么参考性啊。好了，我们去可以去看看网。这个依然控吧，我来控。我觉得这个孤狼的天赋还是有点意思。嗯，我操！真的假的？他会破矿，我靠！你看他现在这个冰冻陷阱一点都不像个冰冻陷阱，我靠！他在看 Sora， 我一个在看我。我感觉是不是90级打100级有伤害减免啊？他那个是不是没有设计成100级的？卡住了，这号卡住了。L1 吧，操，我们100级。我早说 AOE 我就不点这个全国了。你老师我要死了。你的远程这说话不腰痛。哦，你真的觉得这个 A 的动吗？我来现场换弹药。再近一点，让我神圣之心再晃。
我在早发现这个 bug， 这个 bug 可以用啊。所有人在一起，我一直跳来跳去，那血就不用怎么加了。看在全身跳数字是不是很爽？啊？这大王？这是二王啊？这啥？我操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妈逼！哦，读条好慢啊，蛋疼。这都会干嘛呀？这个包。这神圣之心太赞了，一直跟着我转，卡在这儿了。我操！又要出了！哇操！打吧。上，长廊上，直接上吧！我操，还误导错了！哎，我靠！哎呀，没事，不会 OT 的，我操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点错了。需要双击打断？这打不断，打断不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我看是这土袭，普通的土袭。我看是带盾的，不能打，这也不能打。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各位走开走开，我感觉这个这里面的走开的好像不太对呀、啊！我操这个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像要干自己那个小灵魂。他们治疗怎么干啊？九万，我还真是要把他打死，但是打死之后还是不让我出来啊！要点，我操！各种乱跑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走，跑，保持移动。不是，我怎么死的、啊？我操！我操，这他妈什么技能？我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操！这他这个落地之前看不见落在哪儿，直接把我给砸死了。这个是按照人跑的吧？是不是按照人丢的，还是随机丢的？看不出来啊，我刚才不知道，就直接一个东西砸我脚上，直接就死了。不对，他直接把我秒了，这太贱了。单刷的吧，好像他不会动了啊。哦，再见。那等一下，他刚为啥打断了？我操！你们是怎么复活的？哎，看这技能怎么扔啊？看一下这是什么原理？它好像是感觉是随机扔的，但是好像看不见落点。有啊，你们特效开太低了。没有啊，他落点按人丢的。他落点有标记、啊。啊，能出去的。我靠！这你妈！这么多，这什么情况？
再怎么打还是不知道。是被那个砸死的呀。那个小球，那个小球一下十几万，如果你站在里面的话，被砸初始七万，然后砸了之后就会死。不是，我刚刚站得太近，他直接就扔我身上了，然后我就歇笔了。就没想到。那是什么情况？要出小怪。我靠！操，出小怪啊！这地图都是绿色的，那点。靠近近战区一点，我的神断之心好那个矿。哦，这鸟的能量条子好蛋疼啊！哇，这个 boss 好屌的呀！好像 NPC 都是容吼，我靠！这不是他妈容吼啊！我操！
我赌五毛，他有个进前方的 AOE。操！我赌五毛，这个宠物打不着。我操！我要换天赋。哎，这个地方蛮漂亮的，为什么地上还在冒水啊？能不能跳？能不能跳下去？怎么你下去就冲起？你冲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他人呢？哎，真的，你战斗中啊？索拉人呢？索拉人呢？好像能进去啊，来试试看进去。我怎么看他一个冲锋人就不见了？啊，这边可以上来。不是他人呢，我操！我怎么又跑到前面去了？我操，那么点。太痛了吧！哎，这个魔族好奇怪，你不觉得这个虫子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吗？这虫子长得就一副下半身的样子，它需要下半身吗？哇！不是，它怎么会在清水里边长出这种岩浆虫子？哎呦我去！这不科学啊！为了防止万一，还是看一下吧。否则哪有技能说明啊？吐一个东西在你脚下啊，这无视了。恶臭吐息。正常的吐息不用管，猛撞。15万，我操，这有点疼。我直接撞一半。你怎么能看见技能啊？我怎么看不见？第一个他会丢一个人，丢一个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，不管他。第二个是正前方吐息，他只能坦吃。啊，对了，第三猛撞，三层猛冲对目前的敌人造成15万的伤害，并且击退。这个他没写任何东西。吸入，他好像会躺下来然后吸气。如果你必须往外走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不往外走的话，你被咬住，然后被丢下去，然后好像会刷了两个蜈蚣，就是和这一模一样的。啊、不管先打打看。吸气要躲，其他的好。就吸对吸气往后躲，上面。哎，哦，吓我一跳了。远离正面。我这他妈怎么远离？我操，那什么东西？我操！我靠，这不是龙猴吗？我操！哎，我操！这是什么？哦，是这个吧？这也太慢了吧！我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什么？不要被他怎么着啊？不要被他。我的妈！这他要到最后面去。这不就类似于那个大灾变那个什么副本那个来着？他这打小怪打小怪，我靠！我操！你妹啊！这啥呀？我靠！后面我操！哎，这血很少啊！这怎么上了呀？好像是刚刚前面那两只嘛。我靠！哦，这个有点屌。要往后走，往后走试试看。哦，要必须往前走，它越吸越快的。啊，这样子玩的。我操！我被吸进去了！我操！太屌了！啊！猫猫，快救我！我靠！我被击退下来了。哦，他又跑掉了。
我操，跑这里，跑到后面了。我们到最远处，我们到最远处，我们到最远处，我们到最远处去。我觉得那两个小虫子出来的时候有点屌的呀，那个好难躲。这可以藏。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。有点炫。尽量不要 OT 啊，他会给一个 DOT 我要虚 CD 可能不够。只两只，那靠近我一点，我好加血。还是有点疼的。哇哦，那要组啊！老师啊，影片呢？动画呢？什么都没有。有人掉下来了。应该有个动画，我觉得被撸下来。这是 boss 啊！我看那一块地区，那地方有 AOE， 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拉出来啊！那个 AOE 范围太大，我打不了。这个 boss 好坑近战啊！我觉得。远程之友啊！哦，这个颅骨它连着的，我们那这。这杀颅骨，杀一个颅骨，杀一个颅骨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打中间那个，中间那个，学，哎呀，没有，没有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，我觉得这必死无疑了，啊，救命啊！操，你们怎么活下来的？不愧是耐走啊，你看了，说到你看这个片的 AOE 地址地有点大，拖着从头跑啊，你配啊，
后台下不去你那个。我操，我们在怎么在最前面啊？那86万伤害应该能打掉的吧？他那个你这个算是，他好像那个白骨仪式这边有后面经过区有个黑的，那个后面有个黑的区域，黑的区域每秒8万，后面每秒8万，就是你必须搞出一个空来，懂吗？就是有点像夏利马达斯那个，就是三本性那个大灾变那个，还记得？嗯。其实我觉得你要是。硬穿的话，你得开无敌应该。不，穿过去没关系，但是后面那个区域好像。后面那个黑的不行。对，但是他好像那个五个一碰墙之后，黑就没了。对，但是那么久，8万多米秒。那么久，那么5秒多钟，能不能撑得住就是个问题。不是五秒，不止五秒。没有，你等他快撞墙的时候再穿，就你死顶墙的话，应该差不多5秒吧。哎，刚才咱们怎么过来的？没有，但是你就是他撞墙之后到那个黑影消失，好像还是有一段距离。打打看，正常打，看怎么打。我觉得应该能打掉，咱们前半程根本连打都没。我估计如果不改的话，英雄模式的那个他可能一会儿不吃减速。他不吃，刚才我丢陷阱了一点。我说一号那个。哦，一号那个吃了。一号那个只吃震荡吧。没有，陷阱好像有用。要是吃震荡，肯定是吃陷阱。陷阱是也是减速效果，不是定身效果。这副本做的不错，蛮漂亮的呀。对，我觉得这块好漂亮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么清澈的一个池子出了一个融合很奇怪吗？我觉得融合都可以把这水烧开了。这是个蜈蚣，应该是石斧蜈蚣嘛。可是你看它那个造型，因为是个 pH 啊，上面写 pH 的。我觉得最后肯定不会是这个模型出来的，这不科学了。哎，你妈逼！掉下去！哈哈啊！就掉下去。因为要看到要组的装备的，等一下掉到水里了。他穿着一身，你看到我发群里了。哇操，他这个魔族好掉。哎呀，缓世界杯开始了。那行。哦。快吧，打完睡觉了。喂，哦，
哎，走开！这个队友有很，他会死。走走走走。哇，怎么都踢到中间来？我靠，这种近战还要不要玩呢、啊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近战根本没法打。哎，快快快，骷髅要出来了，打去打去打去打，我标记一个。我标的是哪个啊？这个好。我觉得这个你这是坑死 EK 的节奏啊！我靠，我在旁边跳舞就好了吗？你对我这么好？哎，你们有在打吧，亲？哎呦，说儿！我毛毛，你标的这个简直太坑爹了！我操，你这不能标个正常一点？我没死。我操！打不掉吗？屁！你标那个边上的，你让 EK 好吧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要标在没有出 LE 的那一边啊！你标在这里谁打？那你来标，我看不清，我随便点了个标。我靠！你标那个我都不好打。哎，把我附身一下，附身我。你标那个位置太坑了，我操！真心的。啊！战斧！快战斧！快快！任务完成 ，Mission complete。我跟你说，毛毛，你看他一般，我觉得在打那个台的正中间那个，但是他好像不是那个完全对称的，他好像是中间有两个被抽。这 A N 还是有点疼的。EK 你能标吧，你能标好你来标吧，我只安心加血的，他妈的有点烦。你就打那种刚那样子加血的，这个车压力还有点小大，反方向的那个最远那个就是。好奇走哈喽，这边，我操！哪个呀？最左边、啊。打哪个号？怎么最左边？最左边、啊。不是，奇怪，我标在我头上啊。哎，但不能打边上，我觉得要打中间。你看我标那个。哇，你打中间，问题是 buff 在中间，我没办法过去啊。但是你看边上那个先撞墙啊！你看现在就是快到了。哎，但是好像我觉得可以不打哎，这个他妈死不了的呀！你这站在我那个位置是不会受到伤害的。那就不打。待会我再试一下，我看站我这位置。你开气魔诀应该可以直接穿过去吧？可以直接穿。不是，你不能直接穿，穿了之后有那个黑的，你要等它快消失的时候再穿。我这回试一下那个位置是不是固定，就是打不掉。那算了那算了，解多少？83万。
但是我感觉我要死了。啊，猫猫，啊，猫猫，你把我抛弃了。哪一个点子不会死？对，就这时候穿，这时候穿一个，就直接过来，看了吗？就是它那个边儿，它不是一整个屏幕的，它是有一个宽度的。你等它快撞墙的时候，然后你直接跳过去就没了，挨一个小点伤就行。我前几次你们两个叫单挑的节奏吗？我前面都不打直接穿的。不行，前面它有一段，就是一个大很宽的距离。不是，你得等那段距离，就是它那个黑影是一个有固定宽度，你等它那个宽度超过它出来那个墙的宽度就可以。你们再试一次吧。说到过来，反正我前期场都是穿的。你看啊，现在你看它后边有黑影吧？你看它黑影那个宽度，现在你看，哎，这时候可以，哎，还是不行。这时候可以穿，这时候可以穿，直接穿过那个黑影，直接穿过那个黑影，直接穿过去。看到那个黑影的那个宽度了吧？直接穿过去，你开点上直接穿。对，就这样。那我等下试一下我那个豹子的闪现能不能直接过去？免灭吧，可以，我觉得后跳也能过。然后你威泽后跳也可以啊。然后威泽后跳。那个 EK 你就直接驱魔诀降龙脚过去。那我觉得他应该设计都是这么过去的。你说要打，我就直接去打看看。好，赶紧，快点。他这个设计不合理。哎，别打掉，快点。快灭团，快！你们俩太讨厌了。我们再改一次。拜托让我们玩吧，拜托。我也想玩。但我觉得他设计应该不是这么，不应该是这么打的。肯定啊，你普通难度也这么高，你英雄难度穿看看。我估计穿一下，我觉得他这个，但是我感觉刚才咱们打有点打不掉的感觉。嗯，打不太掉。不是啊，他是怎样近战去死的意思吗？我都不用打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地方是可以躲的吗？肯定可以躲，最后不会死。但是正常来讲，镇尸符他应该是要打掉的吧？不，他最后我刚才第一次就是死贴墙边那个位置，他确实忍不了。这个我觉得明显是个 bug。我这个本跑尸体太坑爹了呀，我跑这么远。我的观众说好像只有一只小怪会下血。不是说你随便标一只都可以把它打的，好像是这样。你这样看，等一下看怪身上的 buff。你干嘛？随尾。可是，我感觉那几个小的，好像目测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我刚在那边用降龙脚，然后冲，然后就没刹车，然后就飞下去了。那观众说只有一只下雪的话，我怎么看出来是哪一只？我怎么每一只打一下试一下？身上看身上包。那我们等下怎么办？直接穿？我觉得直接穿肯定比较凑合。穿我不保证能保证你不死啊，因为它是有 UE 的。
我开一个求生本能穿过去，即使发现是他。我们先穿，然后穿到穿不过去就靠墙那种。这是哪边啊？开吧，不是啊，鸟居的观众不是说能只有一个下限，那没区别怎么判定哪个是啊？然后设计成挨个点看 debuff 的话，我觉得这也太扯了。他那 AOE 是对着你的脚下放的吗？应该是对坦放的，我感觉。对着坦的脚下放的。你这小怪全部长一样。对啊，我看不出来什么区别。乖了，这外面是没有伤害的是吧？对啊，这没伤害啊！我操，这太假了，这什么设计啊？这个，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，这一轮就可以干死了。哎，坦克。我觉得他这个圈的 A O E 范围好大呀！我操，那怎么有点疼啊？不是，是他那个 A O E 圈，你不能离那么近，你要离很远才可以。哦，离他越远，伤害越低是吧？对，他那个。我们再提一次，再一次，哇，来不及了，要死了！靠，我在看那个，看那个，刚卡了一下。我刚卡了一下，站在 BOSS 面前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包放不出去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有个成就。哦，扫黑了。